我觉得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思路证明，我们的当事人在两天之内没有离开过家，然后她是一个长期处在抑郁症状态、精神脆弱的一个女性。如果说她知道自己老公已经死了，并且在尸体在这个房子里的话，我觉得她不会两天都不离开家。哎，对。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两天时间跟一个尸体待在一起。而且我觉得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她一直没有发现她老公就在储藏间里，她不会是这个隐藏尸体的凶手，因为她不知道尸体，她不知道这回事儿。对，我觉得她就不知道她老公已经死了，并且尸体在家里。对，她如果知道这件事，她不可能两天时间不出门。所以她两天之后去报案，我觉得就有合理解释，因为她就是听了 Alex 的话，然后与此同时，她躲在她的卧室里，她感到很害怕，她就吃了抗抑郁神经方面的药，昏昏睡去了。直到30号早上才开始去疯狂打电话去联系这两个人，发现两个一个都联系不上。我觉得她就不知道她老公已经死了，并且尸体在家里。对，她如果知道这件事，她不可能两天时间不出门。所以她两天之后去报案，我觉得就有合理解释，因为她就是听了 Alex 的话，然后与此同时，她躲在她的卧室里，她感到很害怕，她就吃了抗抑郁神经方面的药，昏昏睡去了。直到30号早上才开始去疯狂打电话去联系这两个人，发现两个一个都联系不上。那这个不是一个合理的 basis 吗？就像他说的，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并不一定是我们所主张的这个 situation。而且我觉得，当现在这个情况下面，非常不利于我们去主张一个 reasonable basis 的原因，是因为 Mandy 的口供里面，他那个 proof of evidence 很清楚的说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记得了。那所以其实相当于只有 one side of the story， 只有 Alex 的 story。对 ，Alex 的 story 就是完全不利于我们的。那我们的 basis 是什么？只能说我们去把我们的故事讲清楚，其他没有 evidence 就去做。不，那不能讲这个故事呀，因为在法庭里你要讲任何故事，你不可以只是 I think 什么的，或者说 in my opinion， 就 maybe because of 什么什么，任何的 speculation 必须有 basis。严谨。这个药会有味道吗？这个药，但哪怕你有点稍微有点味道，你掺在柠檬茶里也不一定尝得出来。哦，他 invited me for reviews。我觉得其实是测试，我个人的观感是觉得是测试。难道我们的 Mandy 是一个反社会人格的杀人狂魔？好可怕呀！把这个思路赶紧给我在这里打住。开始质疑自己的那个什么了，哈哈，越想越觉得好像是那个 Mandy 干的。这里是 G 楼，你们看到这里有三道门吧？嗯，有一个传说就是这两道门是可以走过去的，但是中间这个就不可以。如果进了这道门的话，考试就会不合格。哇，所以你们可以走那两条路，我走就可以。全凭实力。哇，天哪，妈呀，好帅！哇哦！哇哦！哇哦！看到谁吗？师傅好。好帅，师傅这个登场，请坐。好的。随便坐坐就可以了。今天我也是你的学生。不会吧 ？Some jurisdictions it's called direct examination. It simply means you are not allowed to use leading questions, open questions.No leading questions. What does a leading question mean? It means a question that contains an answer. Can someone give me an example? Why don't... Marco,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Did you see the defendant killing the victim? Yes.我们得去找案例。嗯。哎，罗老师怎么一直戴着一副帅气墨镜啊？可能眼睛有点发炎，是不是？压力大，卖力太卖力了，比他都得卖力肿。太卖力，卖力肿。我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很有自信的，就是对你接着说。他们那边我觉得最主要的三个 defense， 一个就是 self defense， 这个其实还比较好打，因为这个案件里面他也说自己是 self defense， 但是这个完全不成立。对，而且 self defense 就是他都走路都走不直，都没办法走直线，可以 balance 了。对，对，因为他喝多了嘛，是吧？是这意思。嗯，他都没有就反抗的能力。哦。而且还有他给他的第三者发消息，然后到第三者来，就是你中间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危险的一个急迫性是在哪？来，进来了。Hello， 去的。啊，厉害。我的可乐你有带上来吗？哦，在我包里。谢谢。你要让怡涵坐那边。哦，是因为这个沙发太矮了。哦，你什么意思？我们两个矮的要坐高一点。切。哇，我是为你考虑，你怎么还能够生我气？是是是。求戴飞。有点像那个帮我们在打段位。嗯，你也玩王者啊？嗯，你有玩？嗯，你玩对抗是不是？不是，那你们中路。啊，我也玩中路。我杀前区有排名，就洛星一个人在默默杀前区。杀前区是香港的区。你快点吃。那我去，那我去，那我去。我也有试标。真的吗？嗯。你什么段位？我上一季是王者62颗星。哇哦。哇哦，很高嘞！王者62颗星，哇哦！你们再聊游戏，我要打人了。哦，说得好，就管小孩儿一样，就是解围十足。没有，主要是时间不够了，真的，对，太紧迫时间。我们今天要把 case theory 定一下，嗯，就是第几层定一下，我们就定完就去睡觉了，好吧？好。你可以睡觉，也可以不睡。真的是一个好老板，已经挺晚了。其实洛星去整个那团队做个主办律师，能把三个律师助理管得服服帖帖的，啊，特别放心。我看到这个仙我就好生气啊，能把它扔了。哪一个？干嘛？你现在还觉得这个仙不好吗？ Still really？ 不是，看到什么东西？看到这个仙，他就觉得我的持方很差啊。可儿先选了这个辩方，怎么意思？开始怪领导选择有问题了是吗？不是，我这个持方到底是就是问题在哪里？你告诉我。我们要防御点太多了。那他们防御点不多吗？他们是进攻的那一方，他们有啥防御？就像好人法一样。我们有啥防御吗？所以你们输了呀。你们毫无防备啊。最后我们就是化守为攻。我们输是因为我们的定义没做好。走，撤。你说的有点道理，攻击的那一方确实那个。我们是挑战者。哎，你这么说，我就觉得压力更大了。你搞得我就又觉得很惭愧。哎呀，跟你开玩笑。每天晚上就是攻击我的持方，昨天也在攻击我的持方。喂，可儿。就是每次他们说他不喜欢这个持方的时候，我都觉得压力特别大。就是有一种感觉，好像别人本身也不想选这一方，就是因为觉得你选了这方，然后过来支持你一下，然后结果最后还让他们没拿到分。啊，我就是觉得压力特别大，就感觉……哎，你别哭了，宝贝。是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选的东西，然后我自己做的好，做的不好。我觉得很自责，你知道吗？你看，就是队长，就是压力太大了。对，但我觉得很累，我想休息，因为我觉得五点钟就是完全没有想好怎么去打。然后我知道前面都不想打这个翅膀，觉得不好打，然后我觉得没有人打这一方，所以选了这一方，但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打。
因为他带队啊，他队长，他就是他要不是队长他可以发这牢骚吧，因为你当队长了，你没指望没辙的，什么你都得扛下来啊，这我能理解。嗯，就责任心比较强，确实这么说，责任感有个对面有一个叫松弛感，就很松弛感的情况就意味着就这事儿，你要不点他名儿呗，也没有到松弛。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也是带我们班同学要组一队，别人要组一队的时候，别的班同学有奶茶喝，我都着急，因为我也要给他们弄。然后后来我就给他们吸管，让他们去喝别人奶茶嘛。然后那个，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是很多时候你就是要连他们生活之中的某一点一滴吃喝住行你都觉得你得管，而且你自个儿都快崩溃了，你又怕他们吃不好喝不好，就特别的难受。别啥嘴，别玩手机。好的。等输了有的时间玩手机呢。不会输。等输了，你的好兄弟们就可以一直玩手机到第八个课题了。对啊，我都快写死了，我都写2000字了，你再在玩手机，我真的要揍你了。还别嘴。浅看一眼他有什么书。嗯，有啊。我们可以进去吗？嗯，不太好，对不对？可以先全部都很有用，可以先拿他的书，然后我给他发微信。来，那我进去。咋了？我们借师傅的书。干嘛？吓死你。他没想到怼脸可以怼这么近，是 direct 的这个。哇，这完全就是直接的 purpose of direct。 这应该也是需要。控方上庭，因为他指控我们的是谋杀，所以他在他的开庭陈词里面说的必须得是谋杀，他不能一上来就说我指认你的是过失杀人，那和他的那个控罪书根本就不一致。对，所以他们哪怕不认这一点，他们也必须开端这么说，这就是我们的开庭里面很好能抓住到的一个点。对，我们就往谋杀打，谋杀就是不存在，他绝对不可能被定谋杀。哇，气场全开了，可儿。第二项就是关于下药这件事，如果在庭上风向不利于我们，我们就承认，我们宁可就直接就这个点不要了。啊？为啥？因为你这个太难讲，说是他自己给自己吃的这个药，或者是说你没有下药的意图。他9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在求救了，他案发时间是8点到12点，他很有可能在击打他的时候，他的药效已经开始呈现了，他突然calm down下来，控方肯定会说是药起效了，而不是被 Alex 打了，因为他的所有的点全部都是指向于我们下了这个药，而且他的柠檬茶特别特别酸，他采用柠檬茶的原因就是因为柠檬茶本来就是酸的，所以不容易被察觉。你觉得他是自己完全不可能去喝这个茶吗？你吃药你会自己专门调配一杯就是能够把这个药融进去的饮料，然后你再这样去吃药吗？因为一个 reasonable person 如果想要让自己 calm down 下来，你肯定会用水去吞服这个药的，你为什么要费尽周章把它融于一个柠檬茶呢？对啊，直接吃啊。我的想法还是如果庭审上不利于我们就算了，因为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我们。这里的环境真的非常非常好，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犒劳我们辛苦的工作。Hello, how are you? Hi.
I was told you are going to wear tux. No, because they told me that you were wearing one, so I said I don't want to compete with you. Really? Okay, okay. Ladies. Oh, you're here. Oh, Shen. Tracy is my wife. How are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It's like being important in America. Yeah. Jade, nice to meet you. 哎，可儿真大方。这个人，这是我的名片。哇哦，谢谢您，谢谢您。哇哦，哦，都是好厉害的。因为我之前是做 IPO 的，所以可能之前跟 banker 之间接触会多一点。做 IPO 对这个这样的场合相对熟悉。将我的名片给你，谢谢。子慧能做的最大的努力就是还在这个场子留下来，不跑出去，有一点点手足无措，对，假装在听，其实魂已经飞走了。我的名片，谢谢您，谢谢您，有幸认识沈大壮的老婆，谢谢您，谢谢哟，谢谢谢谢，哇哦，您的名片上还有您的照片，你看可儿手上已经收了一摞了，都是好厉害的人。子慧，咱就是说第一张出去。Michelle. Uh-huh. Nice. I'm James. James. Hello, Michelle. So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 heard of you from, oh, from Annie. Yeah, I was following him 13 years ago. Uh-huh. And I've learned so much.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She is, as ever, very kind.洛欣也有自己的融入的方式。What sort of law do you hope to practice? I'm not pretty sure yet,、okay. but I will figure it out during my practice.、Uh-huh. So,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was born in London. I came to Hong Kong a long, long time ago.、and then I was away for quite a long time. I've been here for 30 years. 30 years. Yeah, I heard of you from Annie, and in my impression, you are such an excellent lawyer. Well, that was when I was younger. 英国老绅士的感觉，确实。怎么还有这种环节啊？好可怕啊！谁会第一个？文翰还是 Marco？要命了哦，汗。Always try to be the first, right? First person has advantage. 文翰。要求用英语？不知道，应该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okay, I will be the first, yes. 王文翰。Okay. Yeah, 文翰是必须的。And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Wang Wenhan and I'm now a postgraduate student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I wish we can all have a good night here. Yes, thank you. Good eve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Urania and I graduated from Chinese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dNice to meet you. Have a good night. 哦，这真是爱人，挺好的呀、啊，但是很好，比较得体，是舒展大方，挺好。Hello. We need to exchange cards. Yeah, give me yours. I don't have any. Sorry. I still don't know what you do. Somebody found out. Is that commercial related? No, it's much higher. Wow.She's, I mean, I don't like to show off, but it's a bit higher. Government? Parliament? Higher. Even higher? 解释一下。Yeah, I'm Annie's husband. Much higher, really? 这是他丈夫。哦，天哪。We get married in 2011, so long time already. Over 10 years. Yeah. I can tell when you look at him.It's love. It's the love gaze. Love gaze. Love gaze. 我觉得在维多利亚港附近大楼的
高空中看着这璀璨的灯火，再来上两颗必达，这真的是人生当中都能够长久铭记的享受。这时刻会被我们铭记的。他好像念诗一样哦，他感觉他是另外一个时空。你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霖，他相遇故知。而现在就要加上第五条，顶楼脚一达，观海景脚一达，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是的，他能火，我觉得。大家并肩作战，同气连枝，不是太逗了，就他的幽默感。好吗？我们小组加油，共饮此杯庆功酒，提前庆功一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直上不是又直接 win 了？那等会那就没 win。不是直接 win 了，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得。大方向你得把握，这个没问题，但是其他的有一些分工上的东西，你该分给我们的你得分给我们，你不能说你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来。我们不希望呈现出来一个结果是我们每天晚上一点钟就睡了，你要熬到三四点，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的组长，我们即将上庭的一个成员，他很累，他觉得说他很多事情他交给我们不放心，我们不希望呈现出这样的效果。结束了，可儿快人裂眼婆娑了。没有，其实我们的诉求因为是一致的，作为我们个而言我们很想拿 KPI， 那我们作为一个 team 而言我们很想去赢得这个 team， 不止赢得这个 team， 为一个无辜的人争取到他的自由权利。可以，你看说开了就行，挺好的，好一点，好一点，这个氛围好起来。